要来去台南的御景的那个白色教堂半日游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影田山房，是他们停车场。然后那间白色的是他们浴室，然后我们现在要上去吃饭。点点是送鲜奶酪，加20元可以升级布丁。那有个人低消100块，点完餐我们到柜台结账。Hello， 我们今天要来台南的御景半日游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第一站那个影田山居，就是建议大家也可以来这里吃饭，他们的饭、简餐、火锅都蛮好吃的，然后还有附饮料，还有甜点，然后他们家的环境也很舒服，看，就是一个木头配色的一个舒服，然后还有旁边还有绿化。对了，如果你要带宠物的话，要记得带那个提笼，像大家这样，好可爱。Hello, Daddy。Hello, 你好。Hi, 妈咪。你好。耶、yeah, ，吃饭啦！爸爸的是梅子鸡锅，然后昆布锅、牛奶锅，还有妈妈的他们招牌，梅子鸡排。好，吃饭啦！嗨，我们来到了第二站，那个白色教堂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停车场的位置。可以看到它停车场的位置非常的多，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很棒的浴室的地图，哦，长这样。好，然后这里是入园券售票机，一个人150元。然后我们现在搭接驳车到他们的园区白色教堂，耶！有住宿，住宿啊，住宿。然后还会有介绍，这边是住宿。住宿是能考的。他可以搭，用车吗？可以搭。可以。耶！搭车车。3000元，这是怀石料理店，然后进去就有那个冷泡茶跟冰淇淋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到了白色教堂，你看，很漂亮，然后我们还要往里面走。设置了很多椅子，可以让大家来坐下。到泡茶的地方了，然后我们找一个位置休息。这一个位置，这个炉子，然后有位凉亭，舒服哦。有吗？啊，喝茶。还有一个吊床。哦。
在要去甘味屋看看那里可以吃个冰。前走。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泡茶，很舒服的地方。这里比较大哎，这里很大。还有洗手台，这里有很多。吃下午茶点心。谢谢，拜拜。